水器。這個呢就當是水煙片，讓一直伸條管往水底的人吸氣。呢、这個雙殼船其實而家真係用緊嘅，而家嘅所有戰略性嘅潛艇全部都係雙殼嘅。原理好簡單咧，佢最緊就浮力會大啲，同埋咧又萬一穿咗個外殼都唔會入水。
風足㗎，即係睇啲風格點樣吹法。當越大風的時候咧，嗰啲風就會吹到呢塊板一路向上升，從而就計算出個風的速度同埋力度。